拿个小勺来，看我怎么吃软饭横吃。自拍。床垫上啊，还不够软，嗯，再闷会儿。上天饼。这表有吗？要床垫，来。去上楼上，他们说话钻戒刺青，算抱大 S， 腿巨划算，软饭套餐，隔床垫再闷魂儿。我知道，说到巨蟹会怕的是真的晓得要怕哦。巨蟹不是那一种给你致命一击的人，他是会一点一滴的消耗你的生命。脾气暴不好惹的汪小菲连日开炮，逼得大 S 把自家床垫上交的 S Hotel 停车场，还放松了床垫超度法徽。不晓得有没有床垫沟通师可以访问一下床的心情，除了 lag 凭业绩之类应当世界杯热度的男人，大 S 心里应该也想问我的前婆婆怎么那么可爱。可恶，这懒行销大师23号又表演一波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的直播带货。这起码还花了一颗钻，对吧？起码有3克拉、最少买一支眼线笔可以花500个。9.9青梅绿茶到手9.9，这个要配上这个一起吃啊。看兰姐怎么切卤蛋啊！不用剪子，不用刀，一根一根往下薅，薅进包里包大纸包，最后就是一个大草包。拿个小勺来，看我怎么吃软饭横吃。啊，就这么简单，省电啊，不用电啊，宝贝儿，自拍床垫上啊，它还不够软，嗯，再闷会儿，再软啊，没关系，没事吧？啊，胃不好只能是软的，台式卤肉饭啊，好吃，软饭好吃，软饭，但就是时间长了它特别软，可软了，横吃起来，横，豪横的吃起来，真逗，宝宝还要什么？打蛋器不错，打蛋器找一下，这个绿帽的，戴金帽的。不是要打蛋器吗，宝宝？打起来，蛋打起来，来，蛋打起来喽！我觉得我头发还多了呢，最近。这粉丝宝贝，洗发水是思密达的。什么有什么？绿茶、卤蛋、软饭，全有，全在。要装架，来。去上楼上，把床垫拉下来，要床垫给它掀下来，没床垫有气垫行吗？要什么有什么啊！明天买床垫，好嘞。还要牛仔包，好嘞，牛仔包，我连夜弄牛仔裤缝下，穿了10年的牛仔裤，咔咔，兰姐可会改了。明天上秃头，香辣的，香麻辣秃头，麻辣秃头有，我们有。什么都有，上电表，电表有吗？上电表，我找去。这粉丝宝贝。